台湾变作一个家己的国家。你看，这是这个强国的是偌歹。我的所想的中国不是安尼，我的祖国不是安尼。伊讲我是日本人，哦，气安尼。所以我细汉来时绝对讲，你袂绝对袂使加入国民党。我伫逐日逐日睇啊，拢用伊的语言在读册啊，用伊的字啊，所以底下受着真大呢。感觉我爸爸哪能讲这款话，我免得做。渐渐渐渐洗脑，我洗到全拢唔知啦，想啊啊，伊个迄老一辈人吼，唔知啊，吼、哦，咱都在真和平啊，大家生活好过，要吃，哦，食物遮尼丰富，物件遮尼丰富，就是像即摆台湾人同款啊。伊讲新闻来做嘛，讲管我大家若有饭通好食就好啊。这个想法到即摆也阁是同款，六十几档的内底嘛是同款，所以。等我读也，我当起科尔吼，我起科毕业了去日本留学的时阵，开始在遐读医科，然后，我老爸就讲，你较紧改做日本籍，你迄、那个，你茫做中华民国的国籍，我就照伊意思改做日本籍，改了我感觉真欢喜，我即卖当自由来台湾呢，一阵我惊讲我回来去用掠去啊。还是讲志兴有甲对调咧，我若掠去会甲报啊，我紧我会使转来。我伫四十几年前第一遍去日本的时候，我的姐夫靠世界，伊就来加入台湾青年来参加，到着人民建国，哦，足好啊！哦，这我唔过讲，我即摆在读册呢，等下我读册读了咧，伊讲得啊，你若有关心，得台湾青年叫好，你得爱甲大家人讲。开始对啊，开始。我伫台湾独立青年联盟、独立建国联盟有四十几档，所得到是虾米货？到2007年，伫台办，我做总召集人，做一个世代会，31届世代会，伫遐，咧开始咧准备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咱的台湾同乡这么多，大家都爱国。我大家讲要安怎做，安怎做，我就在那个 program 就直直在做，在想，要安怎让这个台湾人觉醒。那时我所在主张的是讲台湾人本身的 identity。你的 identity 有确实无？照统计是讲，有啊。台湾人讲伊是台湾人，的人愈来愈多，啊，有的讲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有的說是中國人，啊，總是那些人呢，選舉在到的都不是啊，都不是台灣人啊，所以就是說要重建台灣人的精神。你在那裡準備的時候所感覺的就是什麼？台灣人敢有精神？說比較難聽的，這六十幾年的裡面台灣人的精神在哪裡？我剛才有在那裡在何瑞賢在跟我講課的時候，我听足侪代志，总是我伫遐咧想讲，台湾人是甚款？我伫遐甲写一个讲吼，台湾人真有情，有情无义。看这个人好，伊甲你讲个拜托好啦好啦，公义拢唔是啊，法律拢唔是啊，有情无义。第二是啥？有恶无解。你读遐侪，总是你无理解。你的理論都不對，你的想法都不對。第三項，有想不通，你想都不通，他想就想這樣。說得難聽的，我的姐夫靠陳良志，我每次都在那邊，現在都沒了，互相不愛打電話，氣到要死了，大家頭髮痛到要死了。他說的對啊，我若想說我第一遍去A路的時候，他寫一本台灣的建國和精神，哦，真感动，有够优秀，我这个姐夫够优秀。我讲 ，I'm proud of him。哦，我有一个姐夫这么厉害，渐渐直直来，直直来，伊所在讲的到最近，
伊知影讲台湾行袂出去啊，好世界嘛是同款嘛，我的丈夫伊嘛行袂出去啊，总是伊嘛是坚持伊的想法。啊，这是安怎？啊，搁一个台湾人有讲无做，大家足好讲的。我讲台湾人的三分之一拢是评论家，拢足好评论的。我坐着，我若等下台湾坐塔西的下面讲话。哦，计程车内底，计程车的司机有够好讲的，讲几套，你讲谁？啊，我讲你讲的，这是伊的逻辑啦。伊的逻辑个对头都唔对啊，所以讲个拢唔对啊。这是中华民国在讲的话啊。你一个假说了，逐项拢一定唔对去啊。所以吼、有讲无做，啊个咧，有论未合，大家有在讨论。都是你白瞎，无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大家讲讲来讲，像讲阮在开会，足侪来讲多数决，我大家讲安尼较好，总是下较久会反对人讲，我无赞成意见啊，就白瞎白合作。我讲咱的会，若是安尼时，咱的会就足惨啦。讨论了，大家照安尼行，唔对，搁倒转来，搁定行，搁讨论。啊，搁过时啊。阿公台湾人有疼，有疼心，有心总是无惊。哦，我足关心你的，啊，你足关心你艰苦。哦，啊无啊，好啊，我替你祈祷，阮祈祷倒来讲，我替你祈祷。我讲个台湾嘛样讲啊，伊底下无通好食啊，你还搁咧甲讲伊替伊祈祷，上帝甲伊帮忙着啊，总是阿你的。台湾人讲，哦，我足关心台湾，大家拢讲伊关心台湾人，恁大家嘛拢关心台湾人。我真欢喜今仔日，咱的乡亲大家伫遮真正为着台湾在想，伫遮努力。我头拄啊，我过来边拢听志祥兄讲，伊讲，因大家吼拢家己出钱来在读册呢，了时间了钱，所以因就准备啊，讲唔忙大家当得点物件当。总是阮以前努力建国联名，阮在出钱，家己招一注钱来。欢迎来听呢，这种国民党的做法。在日本的遐在开会的时阵，国民党大家拢要去，有吃够有力啊！啊，咱在开的，哦，在会费参加费1000块，啊，吃饭得搁再钱，这嘛要去啊！总是今仔日看到恁大家呢，真热心来参加这个，我实在真感动。我搁再第七是啥？阿哥，啊，搁几项啊？就是讲，咱讲台湾人，伫咱的行为上，人讲有体无力，我人家出事，总是礼貌真歹，互相无尊重。搁一项就是啥？爱钱无义，无信义，有钱较比别人较好。爱无爱民无见效的，无钱。民主较好啊，袂见笑啊，有钱就好啊。这是哦，这66年来，伫中华民国的教育，这是中华民国的文化的基本啊。你讲四书论语，你甲读看卖，拢假的嘛。西方真可怜，日本人嘛有骗甲，即马小可你知影，因日本人讲啊，仁义礼智信讲较好甲，中国人有仁义礼智信无？所以吼，我伫讲，伫我的人生个内底，所感觉就是讲，咱伫打拼咧做到这个程度，台湾的精神若无改，一定无法度。总是想着讲，60几冬，受着中华民国个洗脑，用中华民国的话，中国的话较好啦，中国话用汉字，咱当然变作会出脱啦。对阮头脑来讲。你的 thinking process 在裡面，那個 network 整個就是他們的 logic 了嘛，都是他們的邏輯學嘛，他所想的所說的絕對不比中國人比較好說，不比中國人比較好想，不是說他們很厲害，他們的想法是都歪歪起來，咱的人真正都受滴滴，所以都一定輸他的啦，啊說話也輸他啦，所以有人說咱將來咱的台灣國用英語做主張，啊，无用日语，啊，无是要用啥？
我讲上好是内洞啦，你会使用两种的语言共用的。台湾话绝对袂使袂记起，你若袂记起台湾的，你的历史、你的思想、你的文化就无去啊。你若无讲你的文化，你甲想讲越南，伊即马敢含中国战争？你看看伫南海伊的 presence， 美国虽然真济去，总是也得也得买战舰，也得买飞机，买啥当装备？你甲想讲因伫这一届世界大战了，越南因的行政、因的语言安怎变？因古早就是中国的白衣的个阿伯个真可怜，台用伊的字，但是当先做官。咱即摆是同款，汉字较厚，人当做官。你若讲台湾人若较厚，我足可惜，早毋无听到张伟文先生伊迄个台湾话。我看第一滴，伊台南咧演讲去用讲啊了，烧到足流目屎。再讲，我足快流目屎。所以台湾话，毋忙台湾话会当真正是。咱的主要的语言的一个吼，啊，底下，那你讲越南，一战后用30天的时间，将汉字甲读去，将伊的发音甲读去，因该怎？因越南的字咱看无，因讲的话听无，一旦改字，总是会画一部分，还阁是袂当改完全，总是完全退出中国的影响。咱台湾敢无法度？咱的语言敢袂当改？咱的想法，若要建立台湾国家，你若要改你的语言，真困难。总是语言在对教育，教育真重要。我讲日本的战后的教育有够失败，到今仔日，日本人变啊这么惨，所以日本人就爱来台湾。伊看到台湾人就，台湾有啥？阮古早的日本也搁伫台湾，因为台湾人真讲单纯是真实的，真好个，真正确，哦，啊真好做伙。真的日本人不是这样，真可惜。所以在我2007年主办世代会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越懊恼起来，说怎么这么可怜，说那么多世界上这么多台湾人直接在这600几个开会，说过有什么结论？欢喜啊，台湾大家都爱台湾，爱台湾，大家都说爱台湾而已，这样有想有讲，当时是嘛在行，真正是建立台湾的什么人？所以这个真好过2009年，人介绍罗姐打电话讲，咱来三见。我虽然唔捌你，我甲他听伊的派话过尔，所以讲我来见。我见了迄人，我感动个好起来。台湾干那这个出路尔，台湾人袂可惜。我想尊敬一个是安迪将张继昭博士。看我一下，打回都下过来。伊讲台湾人是安怎安怎，我有写过来本册吼，然后我会使，我甲买过来100本吼，得送人吼。台湾还阁有200本来看，然后我再阁互恁看。有影台湾人是有够可惜个，台湾人，咱台湾人就知影，跳人有跳心，总是唔知影心是好，较惊就拔掉咯，较惊就足好怪啊，咱台湾人足好怪啦。怪来怪去，怪怪的。即马台湾人嘛讲，啊无要紧啦，我今仔坐迄个塔克斯搞载嘛是讲，啊，伊有那真爱台湾，也嘛知影讲民政府真好，总是伊的想法，佫是国民党的想法，也袂完全。所以我们伫即个学习的中间，我们大家来咱提较侪转来，互恁理解较侪。所以对遐开始，我就较袂惊。我讲，我拢免讲啥，我对你行就好。你即个理论哦，对我来讲，我一生上重要。我若伫大学伊伫教册，伫大学伫教先，第一课我一定讲一句话。我讲人生的内底足侪代志，总是你今仔伫遮咧上外课，你想怎得来？你是要听学问无？还是为着你人生想啥？我伫我人生，我去1966年去日本留学，然后1973年去澳洲。我去日本的时候，也无感觉讲是。这个是一个真自由、真民主的国家，伊嘛是真严格，做甲真好，总是毋是真自由。我那是用国家来咧统治人民，渐渐伊就开始自由。总是因的人民，日本人所咧理解自由，毋是完全。最近拢用家己的中心，我讲一个例，就是讲，有一个真有名的当代的教授，伊个囡仔，
读高中二年，有一日，伊去共店共偷摕物件。伊伫真好个教育内底哦，要读到真好个学校，去予警察甲报警察甲抓去。啊，警察讲：“哎呦，恁老爸遐尼有名，你家庭遐尼好，也无啥物欠过，你若要摕？”伊讲啥？伊讲：“我倒是个好死个，都是个男的。”伊讲：“我着爱这個，我哪会袂使摕者？”这是即卖教育个失败。即卖足济台湾人嘛是讲：“我喜欢就好了、啊。”哦，我想这样做啊，这就是现在的教育啊。所以咱的可能法律建国会内底可能真重要的重点，就放伫教育，这嘛是一个教育。我去到日本了，无得到啥，总是我有摕到博士，伫遐读甲真好势。然后我去澳洲，第一站我上感觉，这是人是啥物？我去哦，我第一遍。澳洲的第一站是伫丹麦，我去丹麦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无伫个，伊甲副教授讲，伊要来 ，Dr. Sonne 要来，我去到地，我毋捌第一面尔，伊讲好，你来哦，安尼我甲你准备好啊，你的厝伫遐，哦，啊遮摕一配扎头配锁匙互我，伊讲遮是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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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便宜遐代，古代你去外景，哇，感动一个讲。那会当相信人家遐厉害，第一遍去到的人，伊完全，伊感觉你甚至你是一个人，所以人甲人的东西，你若互相尊重、互相信赖的时阵，我想真歹做代志。底下我开始就讲是安怎，所以我底下个回想到我大学所读的讲，空气都爱我顺，连连笛卡尔都讲的，咱讲这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你若有在想，你就有这个存在意义。我即嘛唔知讲啊，迄个一个铁学家在讲的尔，铁学家足侪人讲足侪话，对啊，开始在读铁学，我住伫啊，就去结果就是丹麦。伫人的思想内底上重要是啥？对澳币因的发达内底，他都啊何作贤先生有讲起着，因的自由民主是啥？人们可能是对遐来，对基督教。发生啊！人民的革命嘛是安尼，总是真可怜。我讲英国的产业革命，我这个世界变个是愈来愈坏、愈破坏，物件愈做愈多，为着啥？天子呢？经济能力啊，国强嘿，富国强兵。我大概就是经济好，大家拢拼经济，台湾人就是拼经济，唔带去大陆，世界拼经济唔带其他一个大陆，总是嘞。渐渐大家要出来啊！经济不是拢总，上重要是你的心，你的心若徛在，你的思想若好的时阵，你有感觉你存在意义、生存的意义。所以我底下开始接到罗杰这个法律建国的时候，讲有影啦，当然都无路通好去啊，只有干那这条路，总是真可惜。我是讲，台湾人袂当行，都要叫外国人来讲行，有够可怜无？你无想看卖？唔忙，咱大家虽然还阁真少，渐渐直直团起来做工，有较侪人认捌讲这个重要性，来建立真正咱的台湾国。我介绍上过久吼，搁第二项我就是讲自由民主国家的定位。自由民主国家是甚物话？咱要所建立的法律，用法律来建国，这是。我讲这是一个 process 啦，咱开始啦 approach process。你要进入迄个程度，你要用法律，知影讲用法律，世界上的人国际法、万国法，对，这上重要。也是讲主要的法律，总是这是法律内底。不过伫法律内底上重要是啥？我一个真尊敬，伫德国的大总统，伊叫做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我想大家拢足知影。伊伫战后，伊是世界大战战后，伫德国影响上大个人。伊讲，自由民主制度，你若有成立，以后你就要受到独裁者的威胁。总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制度，毋是干那靠法律，也是法院。有需要是，恁的努力甲恁的勇气，人民若无勇气，若无努力，
袂当维持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甲制度。咱即卖要所建立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咱毋是讲用法律讲写个只，用法律做干哩遐尔济，就能会当得到虾米货？强调是咱国民本身一个一个有迄个自觉无？有要努力无？有迄个勇气？勇气，我拢讲对一本个啊，勇气无？你若真正国家是一个真自由民主，美国虽然毋是完全，总是也阁真民主的国家，伫迄个制度内底照法律来行。当然法律有时会当改，特别是即摆你甲看，我上无爱就是讲，联合国成立了，联合国伊个咧做个代志真济，伊讲伫帮助人、拯救破、拯救有病人，也是善良人。也是处理世界的环境做了真大，总是上失败的啥 ？Political， 伫国际政治伊在创啥？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创啥？已经无迄个机能来控制维持这个世界和平啊！总是真可怜，我讲迄是1969年还是1970年，我袂记起了吼。我有去美国去。第一遍去的时阵，人带我去看联合国的会馆。入去的时阵，恁有看到大门头前有写什么无？有人去会记住无？迄是一个基督教古约个圣经的一个，做咱讲个做先知米迦所写的。对，这个上重要。一个，迄一个国人的内底上着啥物？上着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啊，谦卑甲上帝三个行。这是讲你的精神。你若无叫行公义，你若无心存怜悯，若无谦卑，你变怎做人啊？总是国人有得谦卑无？有得行公义无 ？Power balance 啊，可是咧，大家拢无去啊。大家拢用钱用咱尔，所以吼、哦，即卖国联应该是大家退掉。阮伫日本开始讲做一个第二个国联，去用笑噶，讲你这外国人免讲啦。国联是咧创啥？处理者。那讲到政治，大家拢讲唔好讲。台湾人讲啊，政治咱罔讲。台湾人你若去外国下面做咧讲，哦，做朋友就好哦。讲到政治，咱罔变讲。台湾人惊啊咧，是安怎咧？大家人无关心家己的国家，要安怎建立家己的国家啦？一个美加讲这话时，你甲想讲，伊嘛是一个乱世。咱也知影有人听过，像大笔色罗文王做甲偌兴旺、偌大个国家，总是大笔的歹代志，色罗文的歹代志，歹色罗文有1000个无，看偌济啊！所以上帝给他先我们分这两个国家里面一个国家刚才他分这两个一个北边一个南边应该是纪元前7320年到了才7300多年有两个做先知嘛，这不是在说圣经的话、哦、他就起来说在这么腐坏的国家在政治中心的人你在看什么你是在做什么特别是人就为着钱，无惊公义，无疼心，逐日做啊混乱。啊，特别遐祭司在讲迄话，伊讲你祭司袂使讲这话啊，愈讲愈惨，提钱来在讲话。哦，就像即摆台湾咧讲，有钱判我，判我，无钱判死，同款。迄、那个时代，有人敢徛起来，我林志在讲同款啊。这个国家在废除，这个你做国王的人，你在反省。你得爱行正义，你得爱心存怜悯，你得爱谦卑。总是人，台湾人无谦卑呢，才讲。台湾人大拢讲伊足敖啊，所以我若含阮遐做伙，大人讲，大拢70、80岁啊，大拢讲伊足敖啊，我为着台湾做遮济工啊，啊恁拢袂接受我，何伊？他拄仔恁老实甲我讲，啊，迄独派免不管伊啊。总是你袂使否定，
伫因的人生内底嘛是为着台湾在做，伊行了唔对路尔。这条路你哪过能做？总是真歹。我讲头脑足好诶，总是想袂通。啊，搁啥爱民主？你若甲请伊来做会长，还是做啥物总统诶时阵，伊可能要来，剩诶伊不爱来。讲一个笑话好不好？我说听，这毋是正确诶哦。咱以前一个副总统，讲要来咱诶会，啊伊讲我捌做过会长，你要我做啥物 position？ 冇即款诶啊。足侪人就是为着爱名声，爱着地位。咱人生名声是啥？你做地位名声，你愈艰苦，愈得爱摕足侪钱出来。我甲志先讲，我绝对不爱出名、喔，啊，不爱做官哦、喔，因为都爱摕钱出来，敢不是？讲笑的啦吼。所以吼、喔，伫这个内底，咱自由民主建国的内底，咱所在做的是咱的心。咱实在怎样？伫真凡事影响咱遮侪的迄个环境的内底，咱若徛袂调。想袂好势的时阵，咱有钱嘛是搁去用拖去，人真，往真快诱惑，我足惊人诱惑，我一个感情就出来，一下就好出来，一下就欢喜啊。所以我的时间足太的，我拢无时间。我讲，我迄个教授讲，吼、哦，你就是安尼哦。我讲，一个查甫人有钱，吼、哦，爱讲话啊，吼、哦，啊有时间的时阵会做啥？所以就茫找迄个时间呐、啊，啊！你从时间做迄个时间来做优越的，所以咱大家时间来用着怎样建立台湾的真正的国度，慢大家来想吼。搁第三项，我来想讲，咱的自由民主建国内底，咱要已经要进入建国安尼。我若回来，大家就甲我鼓励，讲咱要去啊，要开始啊，要做啊。我当时想讲，我都还未看完全的，我看世界的时阵都还未遐完全的啊。我上惊就是讲吼，美国即马在帮战咱，有影？是安怎伊要帮战咱？美国即马有世界人伫咧甲批评，伫咧甲讲伊歹，是安怎？大家国家嘛是为着甲国家的利益，美国绝对无要讲。牺牲伊个国民来为着你的台湾国来建立啊！美国人要死为着你台湾人哦，总是即个我感动过一下。三一日日本的东部的大地震，美国人出偌济？用船、用战舰、用飞机，然后伊用18,000人一日都入去，一日摆伊了迄飞机场。仙台人讲，或者仙台迄个飞机场，甲整理好势，会使飞啊。伊即摆可咧继续，你若看美国的迄款迄落电视，你若看医生，伊嘛想讲出来咧讲 ，We are 同盟拉起，我但是大家同盟拉起，我但是大家 friends。伊也个日本人、美国人也敢那咧想，总是台湾的电视我唔敢看，开起来我嘛有，敢那对面尔，公平，想讲。放射线、放射线有当影响，大家真惊。看袂到的物件，大家真惊，拢家己想、家己推论啊。你先讲，真内面唔知有迄款放射线的专家无吼？那专家我就唔敢讲吼。你敢知伫台湾，我乱讲无要紧啦吼。你看是全世界地球发现的时是46亿年前产生这个地球。迄阵也阁无啥物物件，总是人伫46亿年来看，人是伫差两百年以后才发生个。总是你讲在个 Big Bang 内底，迄就是完全是原始人个爆发，是放射线。伫个46亿年个经过内底，人类伫进步，伫咧改进，伫咧变作今仔日人有智慧。若毋是放射能，也是放射线个影响，无今仔日个人。因为你要做一个，一关咱讲做细胞，细胞是吧？吼，足济我袂晓讲台湾话啊！吼，这个细胞，你要互伊产生较好，要甲安怎结连啊？甲增长的时阵，伊得用放射线照射。放射线会当影响你足济代志。总前有歹是啥？
上大的问题就是讲，你得爱认捌放射线，你得爱了解。是讲即回日本哦，报讲逐位拢袂使去，但拢唔敢去。你去看卖，我已经去过那边啊，我系东北死过来的，我嘛去遐斗用，阮的病嘛出人去遐斗用。大家拢唔惊，我嘛拢唔惊。你茫去迄个原子炉的边啊，伤过近。第一项，第二项就是讲，你袂使长期接受真悬的原子量的破炉。剩下你都免烦恼，大家拢同款啊。你即摆去看东京，东京嘛，大家人遐尼济，刮刮滚，总是东京足多人走来台办。我讲你第一长期啊，免啦，无啥物问题啦。伊讲足惊，袂看到的物件上惊。我讲袂看到上惊是你的心上惊，因为你的心看袂到。你若当看到迄个人的心的时阵，会使通过伊的讲话、伊的行答来了解。总是人，风一个吹会倒落来嘛，真济。我望大家当徛住，所以咱要开始来对你的心，真坚强的心，真坚强意志来支持这个台湾国。这是为着咱家己啊，为着咱的子子孙孙来在建国的啊。咱今仔日在努力的，不是为着咱的当享受，应该是咱的子子孙孙。因为建国还阁真久，迄阵就讲真紧真紧，总是知影讲上少。USMG 买当通知咱九东啊七东，然后咱家己的时阵咱免得做。我是讲上重要，咱即马开始，咱台湾国的 Grand Design 基本上的 Design， 咱要做一个什么国家，要安怎做迄个基础，即马开始在拍，有在训练啊，也在招迄款少年人，一步一步，迄个基础是足重要。你基础若无真重要的时阵，地当来就倒落啊。爱基础不是简单讲啊，起起来就好啊，一间厝就好啊，不是安尼。你得爱计划讲一百栋、两百栋，永远这个台湾国面做建立，迄、那个 grand design 啊，足重要。真，讲着真好势，是毋是真简单呢？干那一个法律，咱家有足侪法律嘞，诶，江苏还是恁大家拢是一个专门嘞，法律实在。足侪空棒，看你安怎解说。你若解说无好势，中华民国、中国解说，骨才解说啊！伊解说遐就是安尼啊，无人会当管啊。你 check 八路嘛无？你安怎个 check？ 伊就讲安尼就是安尼啊。法官若判安尼就安尼啊。啊，你对地方到高等到中央同款，最高法院也是同款。那讲袂使就袂使啊！你讲想讲阿扁个代志就好啊，啊无啥物代志嘛，甲你掠掉，要甲你掠掉，要甲你掠掉个啊！伊个杀伊儆百，有够偌危险。总是台湾人去学袂少讲阿扁个偌歹，下关吴淑珍偌歹偌歹。我就想讲吴淑珍去用拍掉先，调讲对，叫我对日本去台大甲看。我讲你这无法度会讲，会当干安尼尔。啊，都无法度，所以吴淑珍也阁真好个，我拄着个个说，我无相信讲伊心遐尼歹。人拢爱钱，有影。我讲一个总统夫人，甲一个较水的，甲一个手表，迄有啥物关？有啥物大问题？阿扁啊，坐 Jumbo 747去外国，讲讨债，即慢慢研究咧。所以伊若要讲安尼，伊咧调，伊咧毋是讲干呐？伊讲那个免再讲 double standard， 毋是俩，伊讲 triple force， 伊个 standard 骨在因讲的，骨在伊改的啊。所以台湾人。接受起来无？你徛会调无？咱古兰德的 design 内底，先咱也无做了真好。他对啊，讲起着美国的精神内底，因的自由是啥物自由？自由毋是完全讲啥拢会使。咱嘛知影讲自由的一个范围内底，咱爱守的物件是啥？做一个人应该守的是啥物？毋是讲你逐项都会使。所以这个伫个法律的自由内底，毋是讲控制个。大行拢袂使，你应得安怎？他拄下我真感动，就是讲，册，再册拢唔对，拢甲烧掉。何作人先生安尼讲，伊讲唔是，你会使改嘛？人做出来物件你共尊重，总是唔对会使甲订正，这是足民主的。即、這个咱台湾人接受起来，台湾人看即个歹就一生歹，迄、那个拉袂就甲打落到来讲，你就是歹人。所以基督徒讲你。你得爱改，免怎讲，
养育伊，哦，啊，甲引出伊回当倒转来。想看我伫经营病院的时阵，我的心何做歹？大人讲，即个都爱甲提掉，讲我三遍的机会给伊啦。第一遍 interview 甲伊讲发言，第二遍过来我去甲伊讲，第三遍去做，我讲拜托你离开遮较好。哦，你的想法我接受袂起来，你的做法我来接受袂起来。啊，伊若无要走，无要走，无大家拢甲讲讲，你得安怎做，你得安怎，佮做袂好，伊得家己走啊。所以吼，毋是讲用真极端的手段来判断代志，咱的法律的 design 嘛是，来用迄个疼心，甲伊包围起来，甲伊互伊正做正路。这正是就是疼，正是一个公益的路来对一切。个过咱真重要诶，可能之前也已经开始在做啊。咱的基本宪法是啥？咱台湾人的宪法，台湾国的宪法，即马开始在准备啊。你是讲日本即马直在讲美国偌歹，因的宪法都爱改因遐个。伊讲，阮的宪法是美国伫 GHQ 的时代甲阮做诶，毋是阮家己的宪法。有一日，咱今仔做这宪法的时候，可能嘛是有人反对，咱搁一步一步来想。毋忙得爱当较侪人来参与。宪法是真重要的代志。他都要讲起国民的教育，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咱已经有一个训练的所在，总是教育毋是干那读册尔，你得安怎实行，安怎行。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实际上的，你要安怎行的法律。然后，咱得为着国家的安全，咱嘛在训练征兵，还对军事的知识，要安怎保卫你家己的国家？一步一步对不啦？伊嘛开始啊，咱的伊管迄落秘书长已经开始拢是头脑已经，伊的 grand design 拢好啊，总是伊也袂当甲恁讲，总是我较假个，我甲恁讲几项啊，唔忙吼，会当继续带来努力，建立一个完全的台湾国。咱所的要求啊，不是讲清清菜菜，讲今仔日做了，啊，就人讲安尼，就安尼，好啦好啦，无凊彩啦。咱讲了，不是讲凊彩，你都要予伊理解。虽然要甲你拜托，我讲一个真好的例，就是讲，有一个人，伊塞车去弄着人，啊，弄一个啊尔，无甚物去予医生哥哥讲一礼拜就好。哦，迄个人伫咧告，伫咧骂，伫咧啥，带规定来滴骂，因为迄个甲弄着人是医生，迄个人嘛是我的朋友，啊，迄个人，伊拜托足侪拢无法度，拜托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甲伊讲，我着安尼弄着，甲弄着尔，我要甲赔钱出来，伊讲袂使，我伫讲伫要求，几啊百万，几啊千万，讲伊安怎，伊精神上安怎，迄外省的，哦。有够看的，哎，民进党讲袂使，这你得照法律行去采，伊法院去讲，我袂当甲你做甚物代志。讲哦，伊就错干交啊，讲你那是无教育啊。我都毋捌听你在错干交，你敢讲？我都讲袂出来，你阁讲会出来？我讲我一生为着民进党，为着台湾啊拍拼，时间钱，逐项我拢在努力。我几十冬来，连要甲听即句话都无。你看即款人的想法是对毋对？当然有迄个感情啊！伊讲，我为着你咧做，你嘛得想着我的立场。咱台湾人以后政府就是安尼啊！我替你做干，你嘛得靠讲为着我做一个较好啊！无想着嘛就是讲，哦，我甲你做干，你嘛得一个地位好我。我若唔免做大事嘛，无要紧。我做什么一个职位啊，秘书嘛好。然后咧，伊气到怎去拜托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国民党讲啊，不行啊，我们不能做啊，这个也是照法律的啊。哎，讲个就这样，拜托，好了，我替你想一想啊。伊隔日就打电话讲，我已经处理好了。国民党这款人情，咱台湾人我得哪做无？咱就是讲，这不是人情，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正义？咱袂使用何用迄个感情来提过对咱的台湾人。咱将来国度是一个真自由、民主、真和平的国度。是大家都要理解，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来做的。最后我要讲一句就好，这是我很尊敬，我头先已经讲过伊的。Richard Feng， 我一直在讲，
伊讲一句话，讲你若对过去目睭揭起来的时阵，你对未来也是痴迷。伫咱台湾的历史，你若无理解台湾的历史，也是讲理解全世界代志的时阵，你对将来嘛袂，你嘛袂看出将来是安怎。咱知影，咱受战后的六十六冬内底受到的中华民国，毋是干那战后尔，咱以前记录内底咱有四百冬的历史，啊，佮以前无讲的四百冬的历史，咱是安怎产生这个国家？然后咱要产生这个国家是啥？毋是讲干那一个汉民族，啊，毋是讲干一个拢讲台湾的人，咱要做一个移民海洋的民族的时阵，咱要安怎做？从民权开始啊，一步一步，你都爱体会着人。互因真正总是人心真歹讲，伫困难的内底，毋茫大胆努力，互相理解，吼、哦，互相帮忙，多谢。起立，立正，起立，请坐，休困十分钟。
好，来各位学员请就坐。起立，立正，行礼，请坐。好，大家平安。哇，真欢喜吼，佮来佮咱练习唱歌的时阵吼，啊，伫遮咧唱歌，本来是讲要唱一个美国的国歌要来练习吼，啊，佮日本的国歌，但是即马可能就是迄个印还袂好吼，啊，无要紧，咱即马先来，也毋知还会记你讲迄个一首《福尔摩沙颂》，还佮会记你安怎唱无？可以啦哈，哈，哦，新的学员吼，无要紧啦，嘿嘿，安尼即马吼，来无要紧，因为单子要袂印好吼，等于安尼咱先福尔摩沙颂，毋知大家有印象，甲即个啊做一个曲啊做怨怨吼，我先大概甲即个歌词先说明一下吼，即个怨，伊是咧讲着讲。愿这个神会当，予咱有一个国度，会当予咱这个台湾为这个城市来祈祷，因为咱会当看到咱台湾人每一回若向家己神的祈祷的时阵，拢是求身体健康、赚大钱，连因间因家的精神啊，都拢甲求讲爱六畜兴旺，但是将来毋捌看讲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连因家己个饲个狗啊，六处拢爱真兴旺，都拢来求啊。是安怎啊？无人咧求讲，咱个即个国家爱先建立，咱才有法度会当来遮支持。所以这首愿个歌呢，是我第一界听到个时阵，我感觉讲心内一个艰苦吼，想想个，煞咱只比精神较不如。台湾人毋知有去看到讲。咱是比精神较不如。我记得几多年前，九二一地震的时阵，我甲一寡我去救灾吼，伫即个做真济所在咧救灾时阵，结果看到日本的救难队，伊看到咱的救难队来，甲咱救，一直救，救到落尾时阵，当大家咧休困，伊甲我问一句真趣味的代志，伊讲。咱是咪摕到，因为我有买台湾秘鲁，大家伫遐咧啉。伊讲，奇怪，这叫做台湾秘鲁。我讲对，这就是台湾秘鲁。伊讲，哦，安尼真好。啊，伊佫讲，台湾是咪有台湾黑熊？我讲嘛有，哦，台湾黑熊，这拢有一个 V 字形吼，迄是咱全世界敢若台湾才有诶尔。台湾黑熊，伊讲啊，是咪有骨一个叫做台湾猕猴？哦，我讲阮兜遐上济，哦，台湾猕猴，刷落去，伊佫在问讲，啊，恁是啥物人？为什么你们叫做中华民国的人？恁应该叫做台湾人，啊，不过恁的 passport 提出来，那拢讲中华民国，为什么？我讲啊，恁那。哦，连精神都使讲，连迄动物都拢会使讲，伊是台湾，是咱有生命、有思想，咱煞变作中华民国，煞无倒来。吼、哦，我想想啊，遮咱毋知真感慨吼、哦，感慨讲，咱那煞比一罐秘鲁较不如。人秘鲁，人伊台湾制造，伊就讲伊是台湾的秘鲁。咱出世伫台湾，啥也袂使讲咱是台湾人，爱讲中华民国。连高山台湾猕猴，逐项你若只要台湾有出名，伊拢讲会使台湾。啊，毋过咱台湾人每一届摕到这个 passport 出去外国的时阵，拢变作中华民国。啊，看起来我感觉拄开始嘛无感觉唔对，但是用了的时阵才发觉讲，这跟咱唔知有关系无？这个可能最近咱看网络新闻，伊讲伊是用这个。Republic of China， 一家看到这个吉纳，伊转印度，转个控管起来，不爱让伊出入境。
哈、哦、最近的新闻，因为伊讲你到底唔知是中国还是台湾，伊听得真奇怪，啊，伊转甲控管起来哈、哦，啊好，咱呢这里有教义哈，来，好谢谢，咱先来，谢谢，好，咱来看这首歌哈。一张有正反面，来，好，我给咱教会在有事情的，我无来，我刚好其他的，哦，好，咱听这念一遍讲吼，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若光照。跟全地骗照，为这个城市我谦卑憔悴，愿主的话命临到这个百姓，愿全能天父上帝，愿你的国降临，愿丧乡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愿你的国降临，愿愿望甲喜乐永远带点阮心中，点阮心中。我相信大家若读到这些歌词的时阵，我用一个国家来做比如哈，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国家，伊是西元大约前千多年时阵，伊灭亡去。这个民族啊，超过五百年，这个民族都无去啊。但是，伊每一遍若去用欺负的时阵，防侮辱的时阵，伊就去因一个墙叫做哭墙，点么哭？但要流目屎，了后全向神求讨，向神求讨，讲我要建国。咱唔知看到咱台湾人同款的命运，同款，咱看到讲，咱台湾民谣内底真侪拢总是甲周家女的关系，亲像周家女的命运，咱无咱家己的命。咱无咱家己的国家，无咱家己的愿望，无咱家己的希望，唔知要藏伫倒位。但是每一回，人以色列伊也要求讲，我要建国。但是伫咱台湾，伊用求伊的精神，伊用在愈生愈多，伊用求伊的财富愈来愈多，将来唔捌看过咱咧求讲台湾。这个国家要建国，但是真欢喜。我相信，咱在座各位拢总是要求台湾会当建国，所以咱来唱这首《愿》。哦，这首是我真喜欢哈，真热爱爱唱的歌哈。因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拢无要紧。咱会当看见讲，在历史上，敢若若无照着神的帮助，这个国家拢无到建国。我甲讨论看甲研究足侪国家，那参照讲，若无神的帮助，就拢无法度建国。独独咱台湾，我若爱大家诚心祈祷来敲锤。好，来，安尼咱来看哈，来，这个，我先敲来，那为一个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那根全地遍照，为一个城市我谦卑憔悴，愿主的话命临到这个百姓，愿全能天父上帝，愿你国降临，愿丧乡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愿你国降临。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
是咱台湾人真少咧求讨，就是讲平安甲喜乐。真侪人可能唔知讲这个平安是偌重要吼，感觉讲钱呐愈来愈多就好。所以我伫遮嘛分享着讲，我去甲看，我将来拢毋捌真深去甲听过台湾的民谣，但是看到台湾民谣咧唱的时阵，煞感觉真着惊，感觉讲咱的台湾所做的歌是安怎拢甲这个酒家女吼拢共款，酒家女伊无家己的名，虽然你明仔要哄，明仔要背叛这个。这个阿霞，你就应该做，吼、哦，今仔日叫做艳红，明仔载叫丽娜，后日叫做晶晶，后壁叫做娜娜，随在咱叫，欢喜就好。但是咱台湾唔是安尼，咱台湾自从中国流亡政府来到咱台湾，嘛甲咱讲过，咱是中华民国，嘛甲咱讲，咱是捕鱼的实业，吼、哦，捕鱼的实际团体。用足侪名称怎甲托到咱头壳，但是我相信这拢唔是咱真正的名，咱真正的名叫做台湾。因为咱若看见着讲，咱侪侪时阵，咱若看到即卖囡仔，拢总是用啥来做标准，赚大钱，钱赚了足侪足侪，赚了真侪真侪时阵，所以我看到阮隔壁足侪太太。足侪妈妈，足侪人，每一回拢咧顶讲，因的生活品质是偌好偌好，恁也无阮遮好。当伊来到我的厝的时阵，拢讲每一回，若买一卡包包，讲迄名牌就来阮兜讲，哦，阮这卡吼、哦、五六万的呢。啊，我就看看讲，哦，遮贵哦。伊讲嘿啊，这就遮贵，连伊去买一粒手表，嘛讲二十偌万。看到是还感觉讲，这买这那像咧买面包同款，伊佫甲阮夸口讲，阮厝的人大细还拢买一粒，真无简单。当伊安尼讲的时阵，我听几下遍，我嘛甲讲，我讲我所用的毛巾，一条若无超过一千块，我拢袂用。人阮兜用的毛巾，逐条都超过一千块以上，为几万的。伊为着这个时阵，伊等于厝想足久个，讲，哦，啊，因个生活唔足好个，来甲我问讲，奇怪，你会用摕一万块个毛巾互我看卖啊哩无？我讲，甲拢共款啦，嘛洗了嘛袂较清气。伊讲，啊，是安尼啦，袂遐贵。大家毋知了解无？这个伊也过咧想，伊家想讲，哦，恁兜生活，也过，哦，大家比较，所以伊伫阮厝边隔壁拢敢放闪讲。我是一个真臭屁的人，我嘛随在去讲，但是有一日，我用一条一千块、两千块，至少三千块、一万块、万五块，不定，是安那奈遮贵？因为有一个人专工来我家问讲，奇怪，恁台毛巾逐条那拢遐贵？我听啥物太太咧讲，恁台毛巾逐条那拢遐贵？我讲吼，因为阮人讲看人也过身呢吼，啊讲包一包去，伊就一条毛巾给阮，啊包一包去，就搁一条给阮，啊有诶吼，包一万嘛一条，包两万、包三万嘛是一条转来，啊看关系好歹，但是上无拢会一千，啊嘛摕一条，所以阮诶毛巾逐条拢超过一千块，所以这毋是伫臭蛋。我感觉讲，咱讲到这的时阵，台湾人唔知感觉心内会悲伤啊喂，啥物无好比，拢咧比这物件。好、哦，我唔忙，咱遮受训了后，咱唱歌的目的就是要让咱会当得到真正的知识，知影讲咱爱为咱的国家来求讨，让咱的人民会当充满喜乐甲平安。来，咱大声来甲唱一届吼、哦，来，愿哈。哦来，预备，来，为一个土地，我相信基督。
愿主的真理那根转的偏就为一个声声我欠被敲碎愿主的我命临到一个百姓愿转领天父上帝愿你国降临愿送向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转领天父上帝愿你国降临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哦，这首歌你若伫至深的暗暝时阵，你若去甲听一遍，你家己去唱一遍，我相信咱的心内拢会感动吼、哦。感受着讲奇怪，咱互骗啊，拢骗遮久，拢无要紧；啊，咱互怪嘛，怪遮久嘛，拢无要紧。所以这是研究出咱灵魂，为着咱台湾，咱会当做啥物吼？我感觉讲，伫咱有当时。看到这个台湾司法的判决，我渐渐去了解讲，中华民国政府伊够咧疼惜咱台湾，伊将工业的用水珍惜珍惜，伊将这个农业的用水珍惜，甲做好这个工业去用。但是农民要种的时阵，伊煞爱用钱来买。咱大家唔知讲，咱台湾即卖危机充满伫倒位吼？等我去甲看讲，伫即个苗栗，还是各国，咱有较早参远的所在。我即卖若开车去甲看，因为我拢真爱去踅，啊踅踅去甲看的时阵，感觉足奇怪。即卖所看到，拢是砍棒拢挂啥物货？你有田要卖无？吼、哦，咱唔知有注意无？全部街路拢搭一张，你有田要卖无？啊，过来就搭什么货？你要带越南新娘无？还是大陆青红乌白拢在你拣？只要30万，搭几路安尼拢搭这种，唔是卖田，啊无就是你要带外国，吼、哦、越南的查某无？还是咱唔是咧轻视吼？是感觉讲，是安那咱台湾当时那只变做安尼去？甚至更加好笑的，就是即摆大家追求，伊用一百真有名的名画，叫做《弹琴的少女》。我一届伫庙里啊，看到伊迄个街道吼，用一个足大幅的《弹琴的少女》，啊，结果伊的广告写啥物货？写讲你要娶大陆某无？你要找大陆，你娶不到老婆吗？我们来帮助你，只要30万，用一百世界名画的图来做这种广告。我感觉实在是看到讲，咱台湾的欣赏艺术的眼光唔知啥款，甚至你用去看街路，即马干那啥物会上济？借钱、卖土地，啊，然后佫就是。要娶外围的某，还是讲你要娶什么太太？伊那无广告一挂较正面，所以有当时啊，咱咧看的时阵，佫有一届看到真侪中国人，伊娶贵宾来，伊要看什么会？要看咱的槟榔辣妹？难道中国敢无这种人吗？敢无槟榔辣妹他看？我相信有。但是谁那台湾，我甲请教讲，你那位中国遐远来遮，要看阮的槟榔辣妹，伊甲我讲一点，我听着感觉讲，伊讲咱的槟榔辣妹是安怎？第一，有气；第二，真假；啊，第三嘞，槟榔卖了真合理。啊，我讲啊，你那知影，伊特别佫甲我介绍，
伊讲你若看到迄砍棒写双子星诶，你去甲买看卖啊呢？我从来唔知讲，哟，啊，咱的双子星是虾米货？结果我去一直问人，一直问人，一直问人，才知讲原来，那挂双子星的槟榔特别贵。这是咱的社会已经变了，甚至有看到迄个咧卖槟榔的辣妹，当伊的生活甲看的时阵，伊甘愿为着会当赚较侪钱，失去伊的灵魂。伊感觉讲我身体防护就无要紧啊，吼、哦，防安全拢要滴咧啊，无要紧啊。但是咱有想过，等过十年、二十年了后，咱的台湾变作啥款？变作拢无人，啊无就拢总无人要趁钱。我感觉这是中国国民党伊甲咱灌输的这个教育。每一遍我若看到人咧看迄个民视的电视台，我拢甲妈妈讲讲，是安那夜市人生，安那变甲遮复杂。啊，因个财产咧怪那足简单诶，啊怪遐久啊，安尼个一直啊着看怪过来，啊念伊着去相拍，啊念伊着去怪来怪去。我讲迄等于你若看到头，你着知影讲后壁要做啥。啊，歹人一个比一个较歹，啊敢无较好诶人出来。当咱看到遮个时阵，我才知影讲，哦，原来咱遐来咧选举诶人吼，你知影最近阮遐拢有咧补选，伊讲。欸，你唔知哦，你若去甲伊讨论夜市人生吼，伊会足欢喜甲你讲，讲剧情讲了，啊，然后一票就转互你。我看咱的台湾变作是安尼呢，甚至佫较好笑诶。这个候选人较早是叫做伊伫酒家咧上班，啊，伊即马脱离迄个已经较侪岁啊，所以要来选举，结果伊选举的砍板。将伊个艺名拢甲写出来，我讲奇怪，你个名就叫做这个人，啊，你若佫拼佫挂号，佫一个叫做严秋，伊讲无啦，这我个艺名啦。我讲啊是啊，啥物叫做艺名？啊，你若有艺名，我哪拢无，我嘛唔知甲问了，伊讲啊，我较早都咧做，啊，伊都无甲我讲，啊，大家拢甲我主动，啊，你莫问问较济。所以你看咱的台湾已经变作你点点甲观，你点点咧甲看甲看。我发觉到台湾无家己的歌，台湾无家己的主张，台湾无家己的理想。即卖囡仔家己唔敢有理想。你若当伊甲问讲，你国小毕业要读国中，国中毕业要读倒位？要读高中，高中读了要读大学，大学读了要读到读研究所，读到博士了后要创啥？伊讲唔知咧，甚至即马有足侪研究生已经博士用要毕业，我讲你毕业了，你有感觉要做啥？伊讲我唔知影。我讲啊，你读遐侪册，你敢无去想看要做啥物货？甚至有研究生，我甲问讲，你的英语名哪写？伊讲伊未晓。咱的教育一直愈来愈来愈倒退。咱今仔日伫即个。华理建国会才受训的人，我希望讲，伫咱真济歌曲，你咧吟的当中吼，你咧唱的当中，会当去唤醒着讲，有一块土地，咱拢是踮遮出世，咱拢爱疼惜伊，唔通袂记哩讲咱伫遮出世，啊结果出去外口拢共讲我是别位的人，吼、哦，恁咱无可能讲，我明明我着姓郑，但是我去甲姓。姓陈的，因兜讲啊，我着姓陈。啊，若去甲姓王，因兜我讲我姓王。迄种是无可能是安尼吼。来，咱即摆来过来吼，唱后壁这首叫做《福尔摩沙颂》。《福尔摩沙颂》这是一个真台湾真水的民谣吼。这是近代这个人哦，咱看这个角叫一个叫做郑智仁吼，是真拄好拄啊甲共名。江省，大港所在，啊个，个年纪嘛，应该差不多一家我差不多四岁左右，啊，阮囡仔就拢熟识，啊，因爸爸咧做医生，啊，所以我直接看咧讲，哦，伊那会晓做这首曲，实在是真好吼。每一回，唔是讲伊甲我共名共姓，我特别爱唱伊个歌曲，伊会用这个
福尔摩沙吼，讲福尔摩沙，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美丽的梦。当你即马看到一挂妈妈咧带囡仔时阵，哦，我足正看到街路吼，啊妈妈咧带囡仔咧哭吼，即马拢唔是讲摇啊摇，烧啊烧。就对落底下浸一个奶嘴，啊，切切的啊，怎嘴甲挤落去？啊，若佫哭着，佮佮扒落去。即摆是足济，我看讲奇怪，你个囡仔才三岁、两岁，甚至为了红眼啊，那咧哭，就拢讲啊，奶嘴甲挤落去就好啊。啊，我感觉讲，这安尼感到感好，吼、哦。所以咱咧唱这首曲的时阵，咱会当知影讲，咱台湾这个母亲，这个妈妈吼。曾经慢慢给咱安尼摇啊摇，烧啊烧，啊，咱会当抱着真水的梦来面对明仔载。但是看到咱即马的妈妈吼，伊个囡仔未来伊敢那拢无咧甲管的款。有诶妈妈无闲耍电动玩具，耍网络游戏啊，耍啊囡仔怎嘛死去？我感觉即较早若发生一件吼，即拢变作社会新闻。但是即马你若甲看过即种代志，敢那即正常啊，囡仔佫生得有啊咧。吼、哦，我看到真侪少年的妈妈拢讲，啊，你个囡仔若歹甲顾好，伊讲啊，若死去要安怎？啊，死则佫生着有啊。我讲哦，安尼哦，这个妈妈若做做猪啊，就真好啊。吼、哦，死去太太咧，啊，则佫生安尼，哦，真好。但是咱是人吼、哦，咱是人类有思想，唔通安尼吼。好来，咱来唱《福尔摩沙颂》来，来，沙咱的梦，咱的爱，像阿母叫阮的名，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美丽梦。佛摩沙，咱的梦，咱的爱，亲像祖先老鬼官，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美丽梦。佛摩沙，咱的梦，咱的爱，无烦无悔来期待，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咱的梦。这首曲实在是，伊讲福尔摩沙吼，伊个副主角是讲抱着咱的梦。而且我感觉讲，我嘛捌少年过吼。当我少年时阵，我有每一回唱着这首曲的时阵，我拢去感觉讲，会想起较早讲是安怎，咱拢无这个梦，唔敢去抱着这个梦，因为。每一回看到讲高中的时代，我高中咧读册时阵，老师拢真特别，甲你教育一个物件，叫做爱服从。尤其伫台中，即个学校校长规工就是干那会晓甲即个政治人物做伙。我嘛捌问过校长讲，奇怪，你看到即个民意代表，啥人拢爱顺从伊？伊讲安尼，咱才有经费，他申请。我讲啊，这学校的建设不是早就拢爱有啊吗？伊讲无，拢爱校长去申请。我怎啊感受着讲，啊那安尼是要安怎嘞？所以我应该各位讲，当我读到高中要升二年的时阵，我唔敢有家己的梦，因为敢那这要读大学是足遥远的，这个大学敢那反正若考未了就卖读安尼尔。但是若卖他要安怎，都唔知道要创啥。
当迄个梦无去的时阵，我感觉我开始去另外一个敲找我一个梦。我员工当时我伫台中市，拢用弄球咧甲人比赛，那弄过输我的人拢总赢钱给我，我捌甲算过，自我开始弄的时阵拢毋捌输过。愈弄愈赞的时阵，我开始经营企业化，我开始叫同学讲你去招人来比赛，输的时阵咱就用捡寡钱来赔人，实际咱会当赚偌济，咱大家来分。同学嘛真好，当这个梦的时阵，我会发觉讲这是一个恶梦，因为弄的时阵一天无弄，伊足艰苦的，感觉足奇怪。但是当你去甲聊的时阵，你会发觉到讲，是安那最近咱的北加强的囡仔，是安那伊要去参加，这个心情咱在了解，因为伊唔敢面对明仔载。我捌问过跳北加强的讲，恁是安那那会袂去好好读册？伊讲，阮都袂晓读，老师嘛袂教。我讲是安那安尼？伊讲，阮跳这吼，你唔知偌好咧。当阮咧跳的时阵，真济人拢举手甲阮拜。我看到较迄个，阮会使佫甲对因兜佫较行一点。哦，我看到我咧跳的时阵，阮老师嘛摆伫遐咧甲我拜。我老师都爱拜我，包括真爱行过校长因兜，行过校长因兜的时阵，校长因兜若无拜，我拢跳工过去甲跳因兜跳较久咧。只要叫伊出来看卖啊咧，你啥无拜，但是真好耍。这个校长拢未前未着穿伫遐咧拜。伊讲当我互校长安尼拜的时阵，伊可能唔捌我，但是我捌伊，这是阮校的校长。看他拜得很虔誠，在這裡這個囡仔，我甲問講，你會當跳多久？跳十年的時陣，你即馬十七歲，跳十年你就27歲，27歲北加將可能人要佫請較少年，你就歹請，因為北加將無迄老伙仔咧跳，你嘛無迄個體力，若北加將請老伙仔去跳，會用笑。所以呢，你十年的生命里底，你用做什么会？当伊问到这句话，伊嘛认为想起来，伊讲哟，我那十年了，我会当创啥？所以，咱用看阿只时阵，我会回想着讲，哇，咱少年的时阵，是安那那会去，这唔是干那弄球吼？我较早有一项真好的技术吼，我拢称作这是真高科技的技术，就是头砍铁马。我较早足够偷砍铁马，迄若不管啥物锁甲开落吼，偷砍铁马要创啥？甲卖一台200块吼，来印学校的一挂文宣，分互大家同学看。我捌安尼做过，但是每一回去用了的时阵，感觉即马想起来，感觉真艰苦，就是讲是安怎咱迄时阵要安尼做？我迄时阵想法嘛真刁呢，我讲我是写出学校的弊病。写出学校所有无公平的所在，我甲你讲，这就是学校的，这不是学生活动中心，这是老师活动中心。我甲用这个标题啊，甲做出这个题目啊，印出单啊，头壳底要去印，然后分哦，大家同学看，大家看了后讲对吼，这就是老师活动中心。我感觉讲我做了嘛真对呢，问题是。咱回想到较早的时阵，是安怎咱的国家就学生囡仔来安尼做，就好学生囡仔来为着这个来操烦。我捌最近听到一个国中生讲到合适的问题，伊讲足奇怪，恁就知影这唔好，那当初是无爱拼性命甲动落来，那互伊发展到今日，佫通过百四个要佫来去，是安那迄个时阵恁无爱甲动掉，迄是恁的唔对。这囡仔人讲大人话嘛真有道理啊，所以唔忙咱伫只学习歌曲，唔是讲要去唱这个歌，要参加比赛吼，是要唱了后会当唤醒咱的精神吼，来予咱大家当了解，讲咱有一个真水的梦，就是这个台湾，就是咱的土地，甲咱出去
不是叫做中华民国，有台湾人、台湾民谣、台湾的秘鲁，当然也是有台湾人。咱过来唱一遍，哦，福尔摩沙破掉咱的梦，来，预备，来。福尔摩沙，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美丽梦。佛摩萨，咱的梦，咱的爱，有咱祖先那桂冠。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美丽梦。佛摩萨，咱的梦，咱的爱，无烦无悔来期待。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咱的梦。来，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咱的梦。哦，这是一个真水的梦吼。过来，我来看迄个幻灯片，有一首曲叫做《一张梦》，梦了五十冬，才知影讲，哇，这五十冬来，拢总是互欺负，互人糟蹋。因为真歹势，我无印这个单出来吼，啊，是临时我迄、那个。字正上会当我迄个电脑里面有歌词会当铺上去无？好，大家看卖下，底下底下。好，等一下哈。来要甲咱介绍这首曲吼，虽然伊是悲伤，但是后壁有甲咱提醒讲，咱为着台湾建国吼，来这个一张梦，五十冬，五万子孙大汉，四百年的苦叹，子孙拢无尊严，台湾人介凄惨，想到目眶红，为着建国的美梦，拍拼，拍拼，拍拼。我感觉在咱后边迄段为着建国的美梦，打拼、打拼、打拼。这首歌每一回，当我囡仔若咧睏的时阵，我拢会放这首歌，一面甲看，看伊咧睏，睏到遮尼啊安详吼，遮尼啊和平，遮尼啊平静。但是感觉着讲。要五万这个囡仔当大汉了后，却拢总无尊严。我相信这是大家安尼不如卖大汉。但是咱无大汉阁袂使哩。当咱大汉的时阵，才知影讲咱四百年拢总去互糟蹋，互人安尼。咱台湾将来毋捌有家己的国家。当我看到历史上伫台湾这块岛屿面顶。拢总去用插八支国旗，什么人来插就讲伊个，什么人来插就讲伊个。我相信这是咱大家四百年真艰苦的所在吼，子孙拢总无尊严。这首歌唔知大家捌听过无？我先唱一遍迄、那个吼，伊是
一张网五十重，网子算大汉，七八里的河塘，子孙拢无人。台湾啊，可能刚刚刚刚没打开，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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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失败，什么单真艰苦，但是我敢叫伊讲，来你过来坐，我三十万给你。我听了讲哈，算师傅三十万，讲啊你真正要给我，伊讲嘿对。当伊摕出来时阵三十万，单一纸，啊我讲阿妈啊这阿阿头那拢沉定难，原来我袂。但是你也当看你讲三十万，人家是老人归世人的，这个这个到底要做什么会？为着要完成一个正确的地方，一边打拼，不再打拼，但是咱行这条路，不相信天一步就到，不只看一步，咱大家能释放吼。我所以我真爱在看这个画面。那比来，我就是说，等你在听的时阵，我感觉讲，有当时看到他太清唱，想到白歌，是吧？这个就是你当下的讲，咱进前真正是真清唱，但是看到他的现场的时候，你太清唱。有自己的时阵，咱会当音乐台湾音乐，就是咱自己的音乐。
感想真快乐，因为这土地是咱祖早咱的台湾祖先，咱的祖先拢住伫遮。最近看到一片云，就是关系到关节炎，发生个调节。咱台湾中华民国来台湾就是咱。这个都有钱的，这个是扯一张旗啊，就是要扯一张旗啊，就是要扯一张旗啊，就是要扯一张旗啊。我就说，啊你，我说他们说，你那扯的入局的，不然咱们做什么？所以这首歌，咱知影讲，为着这个幸福的地方，咱爱不再停，那个拼他，用一个时间得到那个拼着，希望咱大家共同来努力。好，咱时间就到这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定，一定。再见，再见，再见。